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铃声，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我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铃声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同大家介绍这个疗剂呢，英文叫做 Phalangium Aquatica， Phalangium Aquatica， 咁中文我哋叫做水茴香，水茴香，咁个英文名叫做 Water Dropwort， 系一种植物嚟嘅，系一种植物提炼出嚟嘅一个嘅疗剂嘅。好啦，咁呢个水茴香呢个疗剂咧，可以咁讲咧，就系、是、系好即系比较上少用。亦都唔係好多人認識嘅。咁但係呢佢係有啲好獨特嘅症狀呢，咁喺需要時呢係用得到呢，係會有好好嘅療效嘅。咁基本上呢佢應用喺咩地方呢，佢本身係一個右邊嘅，即係傾向於右邊嘅療劑嘅。咁通常呢佢會用喺一啲呼吸系統嘅毛病啦，尤其是嗰啲譬如嗰、那個肺痨啊咁样嘅，咁通常嘅症型咧就系咁，朝头早咧就会不断咁咳啦，咁加上咧就系嗰个喘气啦，同埋个人咧系好疲累咁样嘅，咁通常咧嗰、那个肺咧出现嗰啲好大声嘅窒声啦，咁令到嗰个病者咧就要坐起身。即係佢唔瞓得平嘅，咁就呢種情況會出現喺支氣管炎啊，同埋個肺痨嘅，可以咁講咧，就喺尾期嘅肺痨啦，咁肺已經出現咗有個窿喺度，個孔有個 cavity 咁樣，咁加上咧四肢咧已經係有水腫啊，咁吐瀉啊，加上咧呼吸困難啦，同埋咧就係、是。大量嘅汗，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通常咧你会睇到咧，佢吐出嚟嗰啲痰咧系好臭嘅，吓、啊，即系好臭呢种嘅。喺呢个阶段咧，个病人吐出嚟咧系好恶臭嘅痰液嘅。咁呢个就系一个那个水茴香喺呢类嘅肺痨嘅症状用得到噶啦。好啦，第二个应用地方咧就系、是、用喺女性啦，尤其是女性嘅乳房出现嘅问题啦，尤其是右边啦。咁呢个症状咧系当女性哺乳嘅时候咧，那个婴儿一去哺乳，每一次去吸嗰阵时候咧，
那個就出現一種蛇痛啦。咁呢種蛇痛咧就向入同埋向背向嗰個肩膊去，咁甚至乎咧去到下邊嘅底椎嗰度 sacrum 嗰度嘅。咁呢種嘅右邊嘅痛咧係好難忍嘅。咁通常咧出現喺嗰啲嗰個乳腺管嗰度。咁就係通常呢係一暴雨嗰陣時候呢一吸呢就即刻會出現嘅。咁出現呢係好嚴即係好嚴重嘅嘅精神嘅困擾個人冇晒力咁樣。可能嗰個媽媽呢可能呢出現呢係歇斯底里嘅哭泣嘅。呢種情況嘅右邊呢種咁樣嘅蛇嘅痛呢咁呢個嘅細療劑呢水茴香係好好用嘅。咁另外一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好得意嘅。通常咧係有啲媽媽咧，生咗細蚊仔冇幾耐嚇，冇幾耐咧，係出現咧就係好異常嘅瞌睡啊，瞓即係可能咧企喺度做緊嘢咧，都有人咧都會瞌著咗嘅。呢個一個好得意嘅症狀咧。咁但係喺同療法咧。是用这个水茴香呢是可以处理得到的。咁所以这个 Phalangium Aquatica 水茴香呢是一个细疗剂，但呢佢嗰个独特的应用的症状是很明显的。咁即係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遇到这些情况呢，希望呢记得呢是有这个疗剂存在。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来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